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开鱼锣鼓的排练现场，里面听起来气势恢宏的哈，我们赶快去看一下。 开鱼锣鼓作为开鱼节开船仪式中重要的参演项目之一，将会在9月16号上午进行盛大演出。锣鼓队通过击鼓的方式庆祝开鱼节的到来，为渔民出海鼓舞奋进。左，作为象山人民的一份子，更希望渔民能够得到大丰收。 在排练现场，我还找到了一个宝藏人物，我们开鱼节去年的锣鼓队的流量担当李老师，你好。就是去年我们在抖音上面，这个很多人都刷到过您在开鱼节上非常尽情投入的在表现这个钹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你怎么理解？尽可能的去把自己的情绪啊，这样的话给表现给大家看，让全国的人民了解我们象山的开鱼文化。 锣鼓队的成员由象山县慈善总会志愿者和象山公交志愿者组成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有公交车司机、医生、教师、工人和文艺爱好者等等。为了在开鱼节呈现最完美的效果，锣鼓队成员们白天工作，晚上训练，丝毫不敢怠慢。 而这些汗水换来的是这次更加成熟的节目表现，也希望在开鱼节当天呢有更加精彩的展现，大家敬请期待。